闪电尖兵的冲刺技能竟然可以穿墙，你们都知道吗？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粉丝投稿视频。你们以为新模式闪电小子的冲刺真的只能冲刺吗？大错特错，只需要一招就能让你的闪电小子的冲刺可以穿过障碍物。耐心看完，接下来我手把手教你。我们选择闪电小子之后，打开设置可以看到这个冲刺灵敏度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拉满，接下来就可以穿过障碍物了。对了，这个并不是游戏版，因为在闪电小子的介绍里是可以看到这个技能的。之前呢，雪龙就给大家测试过，闪电尖兵的冲刺技能呢是不能够穿墙的。难道说现在又出了某种 bug 吗？那么好，下面我们也按照这个方式去试一下。首先呢，打开设置，然后找到这个冲刺灵敏度，将这个冲刺灵敏度拉到100%。OK， 下面我们直接来试一下能不能穿墙。为啥没有穿过去呢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这面墙的问题。我们换个墙试试。为啥还是穿不过去呢？那么真相呢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他这个视频是剪辑合成的。虽然说我找不到任何的剪辑痕迹，我想懂的应该都懂，冲刺灵敏度呢是为了防止玩家们走人机步的，将冲刺灵敏度拉到100%，只要轻点一下前进键就可以触发疾跑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闪电尖兵的技能介绍里面也没有他说的那个介绍，所以这个视频就是个假的。